想呢？小面撒块，不撒的。那你叫他屁股。你扫去买吧。好吧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把你胸口给切下来。今天的趴树都用偷工。我加油加油！要收下来，要收下来。基本的一个手握踩雪架的一个训练，方便手一提脚。
因为它如果对你友好，它会很多动物相对有些嘛，它会用鼻尖去顶你的手，或它会触你，正常会这样。看吧，欲望不是很强，就是早上你吃的差不多了，就吃。来，哇！就是刚刚那个他们来的时候，刚他们那个来的时候也吃了好多了。你看那个都没吃完的嘛，就是说，不行，还是差不多了吃。他现在对人好奇。你需要想要外头进吗？对，想看一下外头的情况。你光是吃，好险啊！时间是差不多，吃多怕了。